萨萨岛部落，我为什么叫萨萨岛部落？因为它一共有33人，我现在已经知道有129根，有201根。我手里拿的这个呀，这是个六字连环这个鲁巴锁。这个鲁巴锁呀，也叫孔明锁，它是中国古代四道治理玩具之一。这个鲁巴锁实际上它的原理呀，就是榫卯结构。为了传承中国这个榫卯结构，我是一直在宣传推广这个鲁巴锁。我不但收了徒弟，而且我到附近学校去讲课，到学校去给他讲鲁巴锁的道理，以及鲁巴锁的传承，和这个制作这个技艺。